怎么样啊？这身衣服挺好看的吧？买了那么多衣服都没有时间穿，现在可好了，有时间能好好打扮自己了。小姐啊，嗯，你真要辞职啊？那还有假？哎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啊，要不我干嘛要辞职啊？我在那儿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我忍不了那口气。前不久你可还说你们所长要提拔你呢，现在突然又辞职了，你这人就是好一时冲动。妈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早上你还高高兴兴的出去，怎么突然回来就说要辞职？这能说是深思熟虑吗？啊，你们所长啊，刚刚打电话来了，把情况说了一下，他承认他的态度不好。小佳，听爸的话，低低头回去上班，啊？不去。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你再跟我说三声不去！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！你，打死你！你，爸，爸，没事吧？爸，你想打死我呀你？你打吧，你打我吧！我真就不明白了。我辞个职，你们怎么都会这样？你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思想应该跟得上时代了。现在又不是计划经济，工作靠分配，一个单位干到老。我这样做，现在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除了干这个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。照你那么说，那些辞职的人都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。都没饭吃，都饿死了。喂，丽丽啊，你们到了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下来。你看人郝丽丽不也是辞职了吗？照样买车买房，比我过得还好呢。你就学他去吧，你就没出息吧。小佳，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们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，你去少年宫学钢琴、学舞蹈，你爸爸不管白天上班多忙，晚上下了班一定会送你去的，不管刮风下雨。你学几个小时，他就抱着你的衣服、书包，在外面等几个小时。哎呀，按他的意思，你要能读硕士、博士，毕业了能出国，是最理想的了。可后来你被招进工商局，他虽然不太甘心，可也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。现在倒好，你闹着要辞职，要跟郝丽丽学什么保险推销员，就是越来越退步。你是想让你爸爸气死啊？妈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不穿这身制服就给你们丢脸了？当保险推销员怎么了？保险业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之一。啥叫出息啊？只有当官儿、当公务员就有出息了吗？干别的都没有出息。爸，你培养我，我感激你；你教育我，我尊重你。可你不得不承认，你的观念已经落伍了。也应该与时俱进了。当然了，
我一时还没有想好我能做什么。总之，这身制服我既然脱下了，我就绝对不会再穿上。就这样吧，我的朋友还等着我吃饭呢。有什么事儿，晚上回来再说吧。管不了他了，能怎么办呢？就他这一个。美芳，让我看看刚打哪儿了。你刚才可真狠啊，疼死我了。啊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看什么看？看也看不好。已经不太疼了，你一揉更疼。真是对不起啊，要不你打我一棍子？你真想得出来？你对女儿下得去手，我可对你下不去手。小佳，有气不？就是。这陶渊明尚且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何况咱21世纪的新女性呢？辞得好，大涨我们的志气，大灭那些老爷们的威风。小佳，我呀投你一票。干什么？别管我们的事儿。那个丁克，麻烦你帮我去倒一杯白开水啊。你说的轻巧，辞了职，小佳怎么生活呀？她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你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大的负担啊？哎，不是还有你说的421吗？担什么心呢？再说了，小佳积累那些关系啊，正好派上用场啊。哎，小佳，要不你跟我一块跑保险吧？就凭你的人气啊，一出手肯定把我们一大批人全毙了。我才不着急给自己上套呢，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啊，好好的享受我的生活。等我的孩子长大了，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出去工作。再说了，我担什么心啊？还有我们家刘亦然呢，我可不能让他白当了一家之主这个名儿。只要他支持我呀，别人的看法我才不在乎呢。老公，你也学学人家刘亦然，对我温柔点呗。啊？我还不够温柔啊？你要是再给丁克生个孩子，他还不得对你俯首称臣啊？也快了吧，要不然。会这么乖呢？哎，有啦，真的呀、啊。昨天检查结果刚出来，是吧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丁克，你终于要摆脱丁克族了，你们家肯定高兴坏了吧？对啊，他爸爸和他爷爷一口气就喝完了一瓶五粮液呢，对吧，老公？哎，丽丽，那咱们说好了，如果要生儿子，就让他们结为兄弟；要生女儿啊，就让他们结为姐妹。我可受够了独生子女的孤单了。哎，那要是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怎么办、啊？那就指腹为婚呗。对，指腹为婚。哎呀，又一个421家庭诞生了。哎呀，老哥哥，这也算是我们两家的一件大事了，所以特意把你请过来，商量一下，该怎么办。我们现在就寄希望于亦然了。他如果坚决反对，估计小佳能重新考虑。你估计艺人会这么做吗？年轻人这个事儿啊，不好估计。儿女大了呀，自有他的主张。小佳呀，又不是不懂事儿的人，他非要坚持辞职，那就肯定有他辞职的道理。我看还是等他回来啊，咱们再说吧。
他的工作呀，也实在太辛苦了，整天这儿跑那儿跑的。现在还好，你将来有了孩子，哪能顾得上啊？甘蔗没两头甜的，能顾上一头也好。这么说，你也赞成小佳？那就随他的意吧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毅然的压力就大了。对呀，全家都靠他一个人，能吃得消吗？他吃不消也得吃啊，谁叫他是男人的？男人养家是天经地义，这他推不掉的责任，啊，当爹那么好当的。啊，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，那我们就不再勉强小家了。哎呀，随他去吧。见到刘依然了吗？他来过。我的方案给他看了吗？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。一句也没说，不可能吧？他说了，说你思路很陈旧，最起码落后30年。哼，我说呢。他不可能没看法，我陈旧，看他能新到哪去。我去做饭了。哎，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那个他到底有什么新的思路啊？哎呀，你们那些专业术语啊，我又听不懂。我只记住一个什么原生态保护。我说老婆，真的太难为你了。哎，我的文件呢？文件这不在这儿吗？那，哎，笔呢？笔？啊？笔？哦，不对，放在这里了。嗯。对。哎。哎，林航。嗯。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，人家刘毅然的思路比你新多了，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我说老婆啊，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，快做饭去吧，我饿了，快点。大晚上的你擦什么车呀？明天不上班，明天来擦吧。哎呀，我今天把它擦去了，明儿你就能骑了，骑这个快。哎呀，给我给我，你说你来擦这个，把你累着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咱现在不是没工作了吗？什么都得靠你养着，不好好表现表现，你要给咱炒了，咱怎么办啊？你看你这人，真是。哎哎哎，
我的事你跟爸说了吗？啊，我打电话跟他说了。他大发雷霆了吧？没有，但他倒说呀，咱妈给他打电话了，让他来这儿呢。来这儿？对。让开，放进去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爸的鸿门宴可摆大了。哎，老公，到时候你可得站在我这边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走吧，上楼吧。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有小王，这个真不算这。反悔啊！你这个是老哥哥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怎么样了？他们在说什么呢？孩子蒸上油了，估计没事。他们这是练我呢，一会儿肯定是一场狂风暴雨，你看着。我看。你们要说什么？就赶紧说吧。就是，自己的儿女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这事儿，小家办的是有些鲁莽，但是就这么赶上了，也就临时决定了，来不及商量。我先表个态，我尊重小家的选择，你们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说出来，供他参考一下嘛。老哥哥，你说吧。你说吧，你说。我说，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商量过了。你们俩都大了，这父母呢，不可能对你们做主，更不可能强迫你们来接受我们的意见，因为这还牵涉到人权的问题嘛。我们的看法大概有两点。第一，不要冲动，遇事要三思而后行。第二，一旦决定了，那就绝不能后悔。对，关键是这后一句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不会后悔的。话别说早了啊。不然到时候又哭鼻子。我才不会呢，依然是吧？我们才不会哭呢哈。我觉得为了孩子，做这点牺牲是值得的。那就这样吧，小佳，你就一心一意在家待产。不用惦记着了，你就保佑咱们儿媳妇儿啊，顺顺当当的生个胖孙子，这可是你的任务，一定得完成。喂，依然，生了，爸，生了，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大胖小子，你没弄错吧？真是个带把的，真的是个大胖小子。咦，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儿子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秀珍，你听见了吧？咱儿媳妇儿给咱们老刘家生了一个孙子，大胖孙子。咱们的愿望实现了呀！哇，胡子！你看，
还没想啊，哎呀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哎，你说还真像易然呢。你看那大眼睛、长睫毛，像小佳哎。爸啊，您觉得像谁？像谁都行啊，反正都咱们刘家的后代。亲家，这话可听着有点偏心眼儿啊。这也是我们齐家的后代呀。啊，也是也是。依然，该给这孩子报户口了吧？啊，马上就去，出生证都带来了。嗯，哎呦，醒了，要妈了，哎。起个什么名字呀？依然啊，早就给起好了，叫刘琦，旗帜的旗。哦，好名字呀，有意义。老哥哥，你说呢？哎，这个名儿好，跟进这个。好像还有一层意思吧？这个旗。是啊，那这个旗。爸，这个旗就是那个旗。是。旗。嗯。哦，旗。妈，我尿了。你给抱到小床上去，我来拿尿布。啊，那快快快，我去拿尿布啊。来，妈，用这个。来来来，嗯，这个。哦，这个不行，不卫生，还是用这个吧啊。这可是亲家母亲手做的。亲家母今天要是还活着，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。梅芳，你看，哎，这尿布还是挺软的，洗得也很干净，不比你买的那个尿不湿差呀。是啊，我都用开水煮过，消过毒的。我是觉得又洗又晾的太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用完了你就放着，我反正没事儿，我每天来一趟，我来洗。不用，家里有洗衣机，洗衣机洗就行了。洗衣机洗尿布，还是用这个好，又卫生又方便。爸妈说的也对。哎呀，其实啊，这孩子还是用这种尿布舒服。梅芳，要不这样，底下呢用尿不湿，上边用这个，用两层，这样就可以不用老换了，最起码也可以尿两次用一回嘛。对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妈，你看行吗？搁那儿。哎呀，刘琦啊。你奶奶给你做这尿布啊，到底算是派上用处了。啊，我回去了。爸，正好我去办户口，我送你。行啊。哎呀，再玩一会儿嘛，急什么呀？不了，孩子刚弄回来，忙忙叨叨的，我就不添乱了啊。好了，孙子，再见了啊。依然，丽丽不是拿了很多水果吗？给爸拿回去吃。好，我知道。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慢走啊，不送了啊。爸，我好了，老哥哥。慢走啊。爸，户口本我都放好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？不会呢，孙子都到家了，也算是到家了。您是不是想把刘琦抱这儿来住？孙子嘛，
当然应该住爷爷家。老住人家外公家那像怎么回事啊？可咱们条件呢又不如人家。住吧，先住那儿吧。爸，住那儿也是暂时的。我最近跟小佳出去看了几套房子，都不太满意。恰好又赶上他辞了职，这事就给拖下来了。这单住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他也没带过孩子，没经验呢，还是跟老人一块住，有个照顾好。哎，弄个孩子住人家家，叫人家受累。爸，其实也谈不上是人家，他毕竟是刘琦的外公外婆嘛。给孩子起名，把两家的姓都安进去，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小佳的主意啊？是我的主意。不是吧？真的是我，是我的主意。我在想，人家也是一个，也想有个后代。咱们刘家心疼这个宝贝儿，心疼这个孙子，人家也一样。我就在想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您说是吧？行啊，不就是个名儿吗？就这么叫吧。哎，依然。咱们是不是应该煮点红鸡蛋呢，给邻居啊、街坊送一送啊？爸，现在谁还稀罕这个鸡蛋呀？又不是不好买。不，它不是稀罕不稀罕，这是个规矩啊。那成，我明天买五斤鸡蛋，煮好了给您送过来，您分一分。有的呀，我自己送就行；有的呀，还必须你跟我俩一块儿去。你好比说陈阿姨那儿。行。哎呦，这宝宝真能要，看，要的吗？你说你爸出这叫什么馊主意啊？底下一层，上头一层的，哪儿这么垫尿布的？哎呀，不是这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可是亲家母一片好心准备的。那也用不着迁就啊，实事求是，能用就是能用，不能用就是不能用嘛。怎么就不能用了？哎，在尿不湿引进中国之前，多少孩子啊，都是用这个长大的呀！啊，怎么尿不湿有了，啊，它就变得一无是处，不能用了？你这个人啊，净跟我抬杠。那我也会说，在电灯进来之前，不都是点蜡烛用油灯吗？那晚上我也给你点个油灯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，洗衣机也不要用了。从明天开始啊，咱们全家的衣服你都用手洗，过去不都是用手搓吗？妈，你们在争什么呢？我都听不明白。你爸爸这个人啊，一辈子烂好人，不伤和气，不伤面子，只讲人情，不讲科学。哎呀。你这个人呐，真是一点人情都不讲。亲家把尿布送来，你给扔了，你呀，这算什么呀？那，给。那是叫亲家人老实不计较，他要是计较，你怎么解释啊？你这意思是怪我了，嫌我管多了是不是？好，从今天开始我还不管了。他们刘家的孙子，让他们刘家人抱回去。小佳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妈？等依然回来，你们收拾收拾，搬家。哟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撵我们走啊？你说你爸说话气人不气人？你看，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？把孩子给吵醒了吧？哎呀，饿了哈。讲了十几年课，嗓门小不了。小佳。行了，爸，你回去吧，我走了。这个名的事儿啊，就咱爷俩说说，跟你岳父母啊，跟小佳就别提这个事儿了啊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晚上睡觉可别太死啊，你别压着孩子。都说好了，晚上我岳母带。哎，你妈不在，
他要在，他怎么也不会让你岳父母去受这个累啊！啊，别说了。茶姨，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给孩子办户口。哟，生了。啊，生的是什么呀？男孩。7斤4两，哎呦，大胖小子！对，哎呀，那我得去看看。放在姥姥家了。哟，没带回来？没有。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没帮手，小佳一个人也忙不了。嗯。那有我不是吗？我可以帮忙。我呢，现在没什么事儿。不用了，茶姨，谢谢您。孩子在我岳母家挺好的。哎。等过段时间啊，大一点，我抱回来让您也看看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爸还说了，过段时间给您送红蛋去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张阿姨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还是得在这儿养。孩子从小谁带，跟谁亲。东升呢？上班了？啊，上班了。回头你跟着儿子和儿媳妇说说，替我们多担待点，这孩子不懂事儿。唉，担待什么呀？孩子的事儿嘛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回去了啊。哎，走好啊。秀珍，这是毅然呐和媳妇儿送来的，你以前最爱吃的，我给你洗干净了，你吃吧。是啊，你吃不着了。吃不着了。从前呢，一有个水果，你就留给我吃。后来又留给毅然，自己光捡那个小的呀，快烂的那种吃。那个时候，咱们穷，东西又少。我就老想，哪一天呢，我一定买那最新鲜的水果给你，让你吃个够。可现在，水果有了。你却没了。毅然啊，哎，忙完了吗？哎，马上就好。我看今天天不错呀，你扶我下楼，我去活动活动。好，我洗洗手就来背你。不用背，你扶我下去就行了。我这腿呀，
还是有些个使不上劲儿。没事儿，我来背。昨天我说扶你下楼，你说你懒动，今天怎么又主动起来了？妈，爸呀，是怕累着你。啊，他就不怕累着依然啊？好容易过个双休日嘛。哎呀，依然又要做家务，又要扶你下去，可真会用人。依然不是年轻吗？再说了，他在家里面吃家里的，喝家里的，干点活还不行啊？说什么坏话呢，小佳？哎，当着孩子的面别说我坏话啊，影响我的威信。你看看，他又来了，谁说你坏话了？我是说呀，妈埋怨爸，不能让你累着。不累，走，爸。一个女婿半个儿，累点就累点，走吧。费劲。行了，爸，差不多了，休息休息。舒服些了吧？哎呀，舒服多了。爸，来，看看看。依然，啊，你看你站了半天也累了吧？快坐下，不累。没事。哎，依然坐呀。依然，我有个建议啊。你说，爸。你和小佳还是搬回家住。搬回家？搬到你们家，和你爸住在一起。爸，你是不是嫌刘琦太吵了呀？这算什么呀？在我听起来啊，我这外孙的哭声啊，比所有美妙的歌声都要动听。我不嫌他吵。那是，好了，别瞎猜了，依然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换房的事儿啊，有眉目了，就在鸡鸣巷，一个单元楼，一楼朝阳，外边还有个小花园，只能放一个茶桌，两把椅子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怎么样？我带你一块去看看。好啊，那走，走。你爸也真是，说下楼活动活动，到现在也不回来。嗨，他们想活动，你就随他去吧。啊，哎呀，拿着这个。随他？他整天没事，你能随他吗？依然不说要查查资料吗？这么把依然拖着，像什么话？哎呀，没事儿啊。琪琪，我们看看外公干嘛呢？啊，来，看他们在干嘛呢？哎呀妈，他们好像不在下面。不会吧？不是说就在小花园里走走吗？没在啊。我看看，看，看看外公，外公呢？哎，都上哪儿去呀？就是啊。依然，你看。就是这家，两居室，里边有个小厅，可以摆张桌子吃吃饭。啊，这是花园，很整齐，就是小了点哈。啊，两居室够了，我和你妈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呢，你们带着刘琦回来啊，可以偶尔住一住。爸，这晒太阳方便了。就是啊。哎，秦大叔，你又来看房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今天啊带我女婿来看一看。啊，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哎，咱进屋看看吧。哎，好。这是我父母单位的房，哎，这不买下来了，我一个人有个一居室，哎，结果这不孩子生了，想跟父母住在一块儿，这不也我照应吗？不是，哎，就看上了齐大叔这套大三居。看来你也是个独生子女啊！哎，是啊，可不是嘛！哎，要不怎么急着换房呢？哎，请进，请进。
这又是一个421家庭啊。家家有情爹。